主料，羊肉3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孜然粒一大勺，洋葱100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羊肉切粒，加少许盐，孜然粒腌制10分钟，洋葱切小块，锅内放油加葱丝，将丝煸香，加入羊肉，翻炒至8分熟，加入洋葱翻炒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羊肉选肥瘦相间的，炒出来口感好；二、一定要放孜然粒，比孜然粉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